会会会会会呀！这没有问题，你放心哈。我知道了，太好了啊，拜拜。同学，需要帮忙吗？我车子发不动了。哎呀，发不动了，怎么会呢？我帮你检查。朋友啊，你不给我机会，我当然自己找机会啊。没水准 ，baby， 下流、肮脏、无耻，你龌龊，你小人，小人。哎，好了，你别气了吧，我帮你倒杯水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怎么可能会有忧郁症嘛？啊？我每天跟你们在一起，你们这些七年级的想法我全部都了，所有的想法我都接受。如果我有忧郁症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全世界都会有忧郁症啊！熊爸，这根本就是躁郁症嘛！熊爸，喝茶喝茶，好不好？保佑你不要再叫我喝茶了，你干脆叫我喝农药好了，反正我有忧郁症嘛，我世界是一片黑暗呐！哎呀，爸，我看你根本就是一个老黄灯了，好不好？什么忧郁症嘛？我亲生的女儿这样跟我讲话，有没有看到？哎呀，好了，熊爸，喝茶吧，喝茶吧，来。保佑啊！你不要一直叫我喝茶嘛，你这样很无聊，你知不知道？你，
你干脆叫波比出来跟我聊聊天，好不好？哎，熊爸，你确定要叫波比出来吗？等一下他又乱讲话，怎么办？天想啊！你们只会跟我讲，熊爸你不要生气，熊爸你不要忧郁了，都在敷衍我嘛。我告诉你，波比虽然他口无遮拦，虽然他嘴巴很臭，可是他只会讲实话，这点我就想跟他聊天了。哎，宝佑哥啊，你赶快把你的那个波比拿出来，要不然我爸会一直这样欢下去哦。是你们说的，等一下波比说什么都不关我的事啊。哦，好了好了，快点快点，比你们讲话好多了，我跟你讲，哼，叫波比出来讲话就有趣，他就是诚实。啊哈，熊爸，你找我吗？嗨，波比。嗯，你今天看起来好衰哦。我看起来很衰。我，波比很好很好，你继续讲实话哈。那你告诉大家，熊爸是不是不可能得忧郁症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熊爸根本不可能有忧郁症的。听到没有？他是中年危机加上空巢期恐惧症。哇，这听起来比忧郁症还炫呢。炫什么炫啊？天翔，这是什么好炫的啊？又不是我说的，是宝佑哥说的。不是我说的，是他。是我呢。波比说，继续说。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哎，大家，喂喂，有没有听过李咬王的故事啊？我没听过。来来，说给我听，我喜欢听。好，比听你们讲话好多了。波比讲故事就是有趣哦，不要听你们讲，我听波比讲故事。哎，熊爸，你听我说啊。来，你说。很久很久以前啊，有一个国王哦，他有三个女儿哦，大女儿、二女儿嘴巴很甜，每次都有很多零用钱，但是三女儿啊，嘴巴好臭哦，只说实话，所以都拿不到零用钱啊。后来国王老了，财产都给大女儿跟二女儿啊，没想到后来整天瞎拼，把钱都花光了。把房子都卖了，到最后只有三女儿肯收留这个老国王呢。波比，波比，波比，你的意思是说我未来就会像这个老国王一样的下场，是吧？这就是你最害怕的事情。因为女儿长大了，所以你害怕她交男朋友，万一她怀孕了，她就变成了未婚妈妈，肚子就变大了，奉子成婚，嫁给那个薪水很少的老王快递，呜，到时候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，守着这个没有人要租的破房子呢。波比，女儿长大了，什么事跟我都没有关系，我害怕什么呢？啊？哎，你现在心里一定在想哦，难怪呀，雨辰都要跟爸爸吵架，一定是有男朋友，就不要爸爸了，说不定明天就会跟那个老王私奔哦。老王啊，宝佑哥，不要再提老王了好不好？我说过很多遍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啦。雨辰，你不要再骗我了。我上次就看到你跟老王两个在咖啡厅外面拉拉扯扯，然后就哇，雨辰，你又跟老王接吻了？哇，连雨辰都，谁来夺走我的初吻呢？老天！爸，你就是为这件事情在跟我生气啊？那不然我在生什么气啊？啊，你看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小时候才那么一点大。可爱到不行一个女孩子，可是现在竟然要丢给一个混小子，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啊？好，没关系，你笑，尽量笑，爸爸，没关系，尽量笑，尽量笑啊，我承受得住啊。爸，你搞错了啦，我那天跟老王没有接吻啊。你们没有接吻？没有。可是我明明看到你们两个在外面就像那乱世佳人一样，就还亲在一起，还没有接吻。哎呦，你看错了啦。那天呢，是因为我在楼梯上差点摔倒，老王只是把我扶起来而已。扶起来而已。啊，确定没有接吻？没有。你没有接吻，那就好了，那就好了。哎呀，那就好了。爸，你不要担心啦。就算哪一天我嫁出去结了婚，我还是要跟你住在一起。你这什么老板？然后女儿嫁出去还住在自己家里面，人家听了就笑就大牙了嘛？这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人家笑就笑啊，我管他怎么笑。我要喝咖啡。那我请你。好，走。吓死我了，你不早讲，你把我吓死了。你自己看错了。恐怖啊，你真的。哇，太好了，熊爸没有忧郁症呢。宝佑哥的波比实在是太屌了。今天波比真是干得好呢。波比，
别太骄傲。确定你这一招有用吗？这是最后的机会，如果还是不行，就放弃吧。嗯，走。同学，你有空吗？没空。坐嘛，坐坐坐坐。我想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，他叫 Bobby。 大家 Bobby， 就是500 Bobby 啦。其实啊，你真的很可爱哦，难怪天翔一直想要把你耶。把这么难听啊？哦，这可是他引以为傲的地方哦，没想到啊，他会栽在你手里耶。哇，这真的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哦，所以呢他一直想要认识你耶。那为什么非认识我不可啊？哎呀，这个问题啊，你问他他自己都不知道呢，他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却还要一直穷追猛打，真是不知道这执着什么呢。你说他傻不傻呀？哎呦，你终于笑了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叫娜娜口。哎呀，你好，我叫姚天翔，天空的天，飞翔的翔。哎，你叫星星对不对？对，我的名字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星星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咯吱咯吱咯吱。哎呀，好可爱！太可爱了。哎，娜娜口啊，你平常喜欢看什么电影啊？恐怖片啊。恐怖片，太好了！你有听过最近有一片叫做杀人魔来了不要怕，因为他会到我家吗？你有听过这部吗？听说很恐怖哦。哎，我们可以找一天去看啊。天翔加油！娜娜口，你怎么知道？这不是他最有名的七彩珠珠包吗？你已经跟他在一起了，抢货太快了。什么太快啊？是太慢，慢到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。嘘，我告诉你，但是你千万不可以告诉别人哦。我发誓。我跟他到现在两天了，只有牵手而已。真的假的？骗人！我发誓，他不让我亲啊！太好了，啊！被我说他太有原则了。拜。天翔，你看了一整天，怎么还在看同一页啊？如果你亲我的话。我会读得更快啊！好乖哟，念书啦，开什么玩笑？你看，有飞碟。哪里？真是的，你又想要设计亲我啊？快念书啦，不要多想了。哎，帮我把那支笔拿过来一下。哇！要我拿那支笔吗？除非你亲我一下，我才帮你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想不到亲你的理由嘛。好吧。这样嘛，一的包都你啦，好书快念不完了，我要先回家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们明天第一天考完再去找你了。拜。先生 ，Simon， 这么好认啊？废话，
你历来不顺吗？需要高人指点吗？高人，恋爱事务所，没错，我是恋爱界的情圣，情圣界的救星，专门替人解决恋爱的疑难杂症。今天是我例行系的微服出巡啊，发现你就是我要解救的对象，随时扣我，我可以随时教你怎么样搞定你要追的女人，后会有期。哎，你等一下 ，Simon， 你等一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嘛？哎，我，我姚天祥可是把妹达人呢，还需要人家教吗？啊？怎么了？天祥气成这样？没事。哎，宝佑哥，怎么样？这张名片应该留给比我更需要的人哦。哼。靠我自己，干嘛呀？恋爱事务所，情圣界的救星，赛门。老王，啊，哎。你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谁给你的？哦，小姨啊，她参加戏服设计比赛，她送我的，怎么样？你不觉得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很丑吗？会吗？哎，跟你这件样式差不多啊，你看一样哎。差很多好不好？哪里一样啊？这件衣服给你，是我设计的。不会吧？你也参加比赛啊？换不换？换，雨辰送我当然换了，换。你干嘛？脱衣服啊！我有说可以在这里脱吗？哎，是你叫我要换衣服了，我不脱衣服我怎么换衣服啊？哦，也对了，好，快换。小姨，我刚好正要换而已嘛，你卖给啊？哦，我知道，一定是雨辰逼你的，对不对？设计那么丑，还叫人家穿，拜托，总比那件什么鬼画符的衣服好多了，好不好？你快换！啊，雨辰，你小心哦，老王扑向你哦，他摸你的小屁屁哦，你居然摸我屁股，对不起。雨辰，我没有摸你屁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小姨在这里，你干嘛啦你？我警告你哦，老王，在我的视线范围内，千万不可以把这件衣服脱下来哦。不是穿这件吗？穿。啊啊啊！自己来。看看多好看，去哪里啊？这恋爱事务所是你开的？是。你很会泡妞吗？还不错。你值得我付费给你吗？当然呢。哦。不过我提醒你啊，在你问第一个问题的同时，我就已经开始计时收费了啊。那我刚刚那样算问问题吗？哎，你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了。不，我不会再问问题了，因为我并不打算付费给你啊。啊，把自己的一生幸福就交给一个光棍，那我还不如交钱给那个姚天祥那只禽兽。对，等一下，甄先生，你不要紧张，来，先坐下。不是，先坐下，放轻松。好，来。曾先生，你太小看我了，我是一个低调的情圣，以我的经验来教你的话，绰绰有余了啊。是啊，是，不要再跟着我面团呢，你们真的很奇怪哎，不管我穿什么衣服，一定会有一个人不高兴，我都不要穿可以了吧？哎呦，这是已经答应我的，你不可以这样不讲信用啊！这样子我生气了，生气。
相信我是情圣的呗？我现在证明给你看。哦。啊！哦。我。Hello。对不起，大叔，我现在在忙，没有时间理你。你误会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看到你身上这件衣服的图案很有原创性，想问你在哪里买的？喜欢吗？喜欢啊！你真是眼光独到哎！啊，告诉你哦，这件衣服呢是由名设计师黄小怡所设计的。真的啊？对呀，看在你那么赏脸的份上，我就送你一件。哦。我这件送你，好，还有我的味道哎，看到，真好真好真好，穿上穿上穿上是吧？好好好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来来来，哇，刚刚好哎，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可以可以，好好好。你真的好好的穿着它，不要脱掉，知道吗？好好好，嗯，很帅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不要脱哦。哎，好的好的好的，千万不要脱哦。哎，一定一定一定。真是太可怕了！哎，不到两分钟的时间，他不仅对你脱衣服，热情的拥抱，还不断的回眸一笑，还把你看成刘德华。我的天哪，你真是太厉害了 ，Simon。那当然了嘛，对不对？不过我真的觉得你身上这件衣服跟你很不搭哎。哦，是吗？嗯，来来来，穿上这件由我亲手设计的这件呢，一定会让你更加帅气哦。来，穿上去。好好好好，我帮你。好，真保佑！看在你是Simon朋友的份上，不收钱，送你一件。哎，记得要每天穿哦。嗯 ，OK。知道了。哦。Simon 啊。连那个恰北北的男人婆雨辰对你是主动攀谈，而且表现出千娇百媚的样子。哎呦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当然了，你看到了没有？看到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其实女人是很好取悦的，只要你出其不意的制造浪漫啊，或者是带着他们去做一些冒险刺激的事情，就会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是吧？比方说呢？比方说，深夜带着他们到打烊过后的游乐园去探险。啊，或者是打烊过后的咖啡店，都是很好的选择。不要怕啦，来了。哎呦，我骑马黑下楼来干嘛？我家会怕吗？你相信我啦，真的。不要，说不定有鬼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不要上楼啊！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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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眼睛张开，你看你看到什么？怎么样？好美啊！好浪漫啊！朋友，这一切都是你弄的吗？是啊，你我觉得现在的气氛跟白天很不一样哦。嗯。现在这间咖啡店只属于
我们两个。其实说实在的，自从上次打过工之后，我就好希望能够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咖啡厅。只可惜，厕所倒扫得不错，咖啡一杯都没有煮到。好了，现在这间咖啡厅是你的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好不好？我想煮咖啡。想煮咖啡，我们就煮。好笨哦。今天好多星星哦，女儿。小溪，星星，我跟你讲哦。待会娜娜口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椅子放在这边让她踩，懂那个意思吗？懂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帮我一个忙，是吗？就是过来这里，然后踢踢这个椅子一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她这时候站在上面呢，她就感觉是重心不稳，然后重心不稳的时候，我这个时候呢，就站在这里，手双手伸出来，她就下来，我顺势抱着她一下，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。所以我待会站在那边踢就好了。没错，聊聊聊，很好。天翔，你怎么啦？没事没事啊。星星，天翔，你不是要给我什么小礼物吗？在哪？快给我，我要回去念书了。你猜猜看在哪咯？无聊啦，快给我啦。段呢？这么高？帮我拿啊。哦，好，那我抱你来。算了，我自己来好了。哦。娜娜可，你要小心，不要让自己受伤了哦。哦，小心哦。没想到我的初吻竟然给了你！你现在说这个干嘛？啊，这……娜娜口！哎呦！哦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没事啦。还好有星星他抱住我，没事。星星，你真是我的好兄弟，因为你那个口没有受伤。谢谢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哇！哎，喂，约会约的怎么样？约的很顺利啊。那好。哎，要送我花篮了。不用客气了。对。好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接下插播哈。哎，对，改天再聊啊。喂。你亲到他了是吧？哎呀，太好了！好，慢慢享受。好，你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好，拜。电光石火，我是 Simon， 你好。啊，你已经把他按到床上去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恭喜你啊！希望你可以听到你赶快结婚生小孩的消息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，改天再聊。好，拜。喂，我是 Simon， 你好。喂。哎呀，感谢般的电话如雪片般飞来，害我都有幻听了。哎呀，老板，你最近贴这个恋爱事务所的案子好像蛮顺利的哈。是啊，我现在都已经开始害怕了，万一所有的人都来找我，全台湾的男人跟女人都已经找到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，那我以后只能帮宠物去配种了。员工可以咨询吗？凯西啊。像你这样的小公主也会有感情的困扰？不是我啊，是我身边的一个很好的女朋友。哦，是你的朋友啊？我说嘛。对啊，我
这个女朋友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对她身边有个男性朋友有一点点感觉，就一点点啊。所以我的女朋友想要问说，她应该要怎么做，可以再进一步认识那个男生呢？好，我想一下啊。好，你想到了吗？去帮我倒杯水。杀人不见血的助人亲密感增进法会适合你的朋友的。嗯，重点就在于呢，你要让你那位男性的朋友让他感觉到你对他的那种依赖性，还有他在你心目中那种特殊地位啊。哎，水哦，你说这么一大串什么，我什么都没听懂啊。哎呦，怎么会听不懂呢？好好，简单来说了，就是你在搬东西的时候，旁边有三个男人，但是你只找他搬，就表示你跟他比较亲近嘛，啊？亲近？我可不想要那种亲近啊！哎呦，我说的那种亲近不是那种亲近嘛，我说的那种亲近是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亲近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亲近才会互相了解啊，啊！可是你叫那个男的做事，会不会在指使他啊？不，这样只会凸显他在你心目中那种特殊性，还有亲密度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都说了不是我，是我朋友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是你的朋友啊。不，还好是塑胶杯，没有浪费。凯西啊，拖个地啊。哎，电光石火，我是 Simon， 你好。哎 ，Simon 啊，你上次教我的那招出其不意的浪漫，真是太有用了。哪里？哎，赶紧告诉我，我是不是应该趁胜追击？还有下一招吗？啊？对，第二招叫做欲擒故纵啊，听起来虽然是老掉牙的招数，但是我给他一个新的名字，只要无心，人人都是情圣。不是，怎么是无心呢？应该是有心才对啊，啊？不，女孩子最怕那个一下子表现太亲密的男人，所以呢，要让自己保持对女人的吸引力呢，就要装作一切事情都不在乎的样子。虽然表面上看似无心，但是看在女人的眼里啊，你的一举一动反而会让他们陷得更深。哦，那怎么做呢？啊？很简单嘛，就是说，不管你对她有多么的好，你就只能跟她说，我们现在只是朋友啊。我们现在就是朋友啊。不，就是跟只是的学问很大。记住，比库，我们现在只是朋友啊。我们现在只是朋友。我再练练啊。我们现在只是朋友。我们现在只是朋友。哎，这是。天翔，怎么看两个小时还在看同一页啊？真的吗？哦，好，那我要开始冲了啊！哦，这没有很难，我跟你讲，从这边开始，对，然后。重啊！哦，会一点都不重。那老幺，你说这些水要放哪里好呢？我觉得应该是干脆直接先放在门口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不好啦，放在门口会挡到人呢。老幺哥，好像很重哦，要不要帮忙？谁需要帮忙呢？我现在精神很好，来吧，来，帮忙！哎，老幺哥，您真是辛苦了啊！不要！哎，干你们两个什么事啊？人家要保佑帮忙啊！哎呦，那你赶快决定一下放哪里好不好？我觉得餐厅蛮适合的。哦，餐厅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保佑，我又觉得放在客厅比较方便拿嘛。对，应该放客厅。对。
电视机旁边好了。电视机旁边好，应该放电视，对，放电视，好，放电视。哎，宝佑，突然又觉得还是放到餐厅是比较合理的哦。对，筷子放在餐厅就对了。站。宝佑，真是谢谢你了，下次我请你吃饭。哎呀，真的吗？等一下啊，我们只是朋友，所以为朋友两肋插刀也是应该的，没什么了不起。谢了。我们只是朋友。看你漂亮啊，雨辰。漂亮，我知道。要你说啊。老王啊，你把你自己包那么紧干嘛？感冒。啊，可能是禽流感。抱紧点，抱紧点，抱紧。老王，你给我出力。啊？过来。不要了。什么不要？过来。外套脱掉啊！不好吧？什么好不好？叫你脱就脱！不要了，脱不脱？不要了，不要，不要脱！老王，你居然背叛我穿敌人的衣服！哦。也不是办法，我们要做个了断才对，断就断，我怕你哦。约个时间在这边啊，投票决定，一人一票，好啊。你们有必要那么认真吗？对啊，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向都很认真的。如果连家里投票都没有通过的人，也不用去欣赏比赛了。哼！你看我干嘛 ？Sorry， 我要回家。喂。一样，我穿的衣服，那个帽子那个不一样，你是这个样子。喂，怎么办？那我先回去准备衣服了啊。天翔啊，我跟你讲，上次我跟娜娜可不是在房间那一起，就继续。喂，喂，小心口水啦！喂，喂，喂！
凯西啊，你到底在印什么东西啊？印给你给我的东西啊。我给你的？什么白色？机器坏了吧？什么机器坏了？哦，见鬼了，凯西，你怎么忘东忘西的？你是不是也谈恋爱了？啊！谁跟你讲我谈恋爱？我现在可是很热爱我的工作哦，恨不得每天早点上班，晚点下班。我爱死我的工作了。哇，我真是太感动了！凯西，你这样的表现可以加薪了。哎，你的感想是？五千。你想得美哦！凯西啊，上班要专心嘛，你到底脑袋在想什么？还不是因为我那个朋友的事嘛。你那个朋友，你那个朋友怎么样了？我教他那一招有没有用啊？你他们两个的感情怎么样？有没有进步？我那个朋友的那个朋友对他有点疑惑哎，因为我那个朋友的那个朋友跟我那个朋友说，我们只是朋友。我们只是朋友，高手啊！而且我那个的朋友的那个朋友约了我那个朋友，那我现在不清楚是我那个朋友的那个朋友是真心喜欢我那个朋友，还是只是想玩玩我那个朋友。0962038538，0962038538啊！这个热线电话你要记好啊！啊，你的朋友已经跟你那个朋友的朋友已经进入到一种红色警戒状态，爱情就好像是小鸟一样稍纵即逝啊！掌握爱情就要掌握时机。好，你的朋友一遇到状况的话，马上打电话给我，见机行事，见招拆招啊！哦，一通100块啊！什么？哎。很便宜，对不对？还有更便宜的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他是你的朋友，所以我算他员工价，一通99块，100元有找。对吧，老板？哎呦！事务所你好，请问有什么我可以帮你服务的吗 ？Simon， 我是保佑啊，我已经照你的吩咐，我把场地都布置差不多了。很好，待会呢，记住一定要掌握氛围啊，神秘、热情、动人心弦啊！哈哈哈哈，这个我听不懂，那个什么意思啊？保佑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下插播，你有事再 call 我啊。恋爱事务所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是凯西的老板吗？是，请问你是？哦，是凯西叫我打过来的。哦，凯西的朋友，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凯西的老板啊，我待会就要去约会了，那我应该要做一些什么呢？你们约在哪里呢？我家。直接带回家，太猛了，太猛了。好，我教你哈。如果他请你喝的是水的话呢，就表示他心如止水，心里头没有鬼。如果他请你喝的是果汁的话，就表示他把你当作一般的朋友，喝喝果汁啦，聊聊天啦，看看电视啦。但是如果他请你喝的是酒的话，你可就要小心了。喝酒？为什么要小心？直接带你回家，还请你喝酒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八成是要跟你上床啊！上床？不好意思啊，凯西的朋友，我接一下插播，你有事再 call 我哈。恋爱事务所你好，老王啊，什么？小姨跟雨辰要同时要来找你？哇，这个事情严重了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事情要特别的小心，因为两个女生同时来找你的话，千万不能让他们两个人遇上，知道吗？凯西，好呀，来，请。哇，今天穿的这么正式啊！当然了，因为这个是个特殊的夜晚，同时我将客厅也布置了一下。好漂亮啊，这里。很有感觉啊！是吗？嗯，啊，你还准备了好多小点心。哦，那些都是你爱吃的。谢谢。
很迷人哎，所以呢，我没有办法专心上课，我才只考了30分。我无时无刻不想靠近，不想拥抱你。我那男的到最后呢，一定会突然强而有力的抓住你的手，因为他下一步就是要把你给推倒。没想到你向我求爱不成，竟然来做成绩单报复。我没有啊，我没。你被退学了。让开！